我是张启仁，我不是骇客天才，其实我是一个喜欢打破规则的人。接受一周刊专访，被称为台湾电脑天才的张启仁说自己不是天才，他成功在脸书抓漏，并且贴文说 FB 终于审核通过，获得1000元美元，大约32000元台币奖金。被苹果及时报道后，他却隐藏贴文，说自己现在一点都不想上新闻。深夜他再发文，除了谢谢大家支持，还说自己不是天才，也不是人才。如果接受这些赞美言论，只会招来更多过于自大、腐烂的谣言。